命冷冻，阴魂不散，阴气禁地，一身苦役。松罗万枪，夹杀魔风，好！安息空间，魔音永别。啊！两代门徒为基地立争，为官兵立道，李高峰杀起几十条的长江路。击退红魂周秦力，再回击西晋乾坤下九地，击入魔魂，化击鬼子松定，为你开音红砖几头了吗？随你红砖随上行，永醉有目正堂，一定吊样啊！这是即兴以功告回，高峰失怒，便夺还星路。命令即兴，红中强悍之力，如花岗顶压，势不可挡。杨某不得出力，你吞凶息路。你是谁啊？众魂红，何故插手？唐我星。恶魔，哼，无名之徒，今敢在定欲王者之前抢功？王银是败家最后的目的。你该死！一风之霸，盖世英雄，奇勇破风跳跳，松罗将稳转，怒破顶霄而来，死来吧！引金，是赵可怜。秀德之星，今天突进入王，九木魂听信凶神路。我苏阿姨，因为魔，将来不敌退后能力，啊！红火，再碎一次，一秒起，阴气的主宰，众魂红，要我幸福，麒麟碎吧，这鬼除旧，强攻不敌哟。鬼气三合，啊！把魔动个，啊！稳定，是对勇者弟兄的敬意，啊！三虎，把魔动个，
对勇者弟兄的敬意。啊，是那鬼神棍，鬼神之棍，密室之位，祈祷求魂输赢，更是不万覆盖。天爱路顶，盲目从移。被寒水湿透的朦胧当中，所见是人，或者超越鬼神的存在。你行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奇妙，我这条命是你的了。幽魂摆的心腹，金秀，你就是本皇兄弟。